架車如果行嘅時候咧，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架車有失控嘅狀態，即係著漂移嘅狀態咧？James教漂移，千祈咪喺街亂試。一彎，拉拉手掣，架車飆飆咁，咁啊點啊？型啦！影炒就有你份，等 James 教你咩系漂移啦。咁譬如你要之前做好多嘢，同喺个弯里边做好多嘢噶，即系可能你用个手掣啊、臂力啊、踩环嘅运用啊、油门嘅运用，同埋油门嘅运用要好细致啊，加速减速嗰个咁唔可以太大啊，咁你先会做得一个好嘅完美漂移动作咯。我哋可以踩低幾指拉手掣，點解要踩低幾指呢？因為我哋鬆落嚟入氣咧，咁個全動作就離開咗個幾指啦，咁我哋就好唔可以拉平個尾碌，而進入呢個漂移嘅狀態。第二個方法就係最簡單嘅，最簡單就係彈佢嚟入氣。第三種，我哋咧用臂力，我哋用加速度好快嘅時候，輕輕踩踩個臂力，令到頭皮正擊壓低咗，咁咧就可以擁彈咧，就叫做漂移狀態。做第四種嘅最難嘅就係用油門同埋踩環，踩住個油，我哋要盡油 full gas， 跟住扭環個踩，初速扭環個踩，然之後一個漂移嘅狀態。好安全嘅，非常安全嘅，好安全咯，唔會諗到你哋話會死啊，或者世界賽都未試過到而家。James 所指嘅係喺賽車場用有曬安全措施嘅賽車玩，喺街度玩 ，no way。唔鼓勵或者支持呢樣嘢啦，因為你始終好危險，如果你喺街影響到其他人。如果你有啲人，我諗整街喺街度玩，唔夠三至五分鐘咧，差人都會嚟到，因為有啲響聲。James 奉勸想玩車的人可以到珠海肇慶的車場，至於長遠的話，梗係希望香港政府幫到手啦。滿蛋拜拜，送大班冰皮月餅啱曬。